么好的大宝剑，可惜这儿坏了。我趁胖丫不注意，偷偷在他那儿换一个好的不就行了？把他的一号大宝剑给他换死。二狗子，啊，你在这干嘛呢？我，你什么你？你到底干嘛呢？我在这里生气的，老实交代。我想出把大宝剑。你拿的大宝剑是不是我的呀？不是，这是我来的时候自己拿的。啊？哦，那的确不是我的大宝剑。你抽大宝剑是吧？来抽吧。那给你五，我抽一把。来个一号大宝剑，一号大宝剑，就你了。呸！一号大宝剑，不对，二号大宝剑，二号大宝剑。二号大宝剑，人家都小中一号，你怎么小中二号呀？你管我！二号大宝剑，二号大宝剑，啊？怎么还中了一号呢？什么？中了一号？我看看。哎呀，这次我可赔大了！我跟你讲，一号，我不要一号大宝，你就给我二号就行。二号，哎，行，二号，给你二号。哈哈哈，还是这二号漂亮，我走了啊！这个二狗子，好好的一号大宝剑不要，非要个二号，为什么呢？